各位评审，大家早安，很感谢大家这个冒着危险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地，很谢谢大家拔刀相助，让我们这次活动能够顺利来进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二次的评审的会议。上次我们线上的时候召开，也谢谢大家莅临。那我们昨天已经进行相关的前置的作业，有一些同学因为框列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居家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群呢会有一些线上评审，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今天的流程。那活动开始，我们今天先邀请我们主办单位教育部国教署的毕科长来帮我们支持，我们掌声欢迎毕科长。林院长，还有郑教授，还有各位评审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感谢各位委员一大早也从全国各地来担任我们的委员，也谢谢大家愿意来了。那我想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也非常谢谢陈院长还有郑教授整个四大团队的之前的提早因应啊，那让我们这个创意今天的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的来举行，也预祝我们的整个的大会竞赛能够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台师大机电系的曾庆敏曾教授来跟大家致辞，欢迎曾教授。陈院长，还有我们各位大家早安。早。一样还是感谢哈，真的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哈，各位台业力拔刀相助哈。那这一次我们第三届的收益下影响的一个比赛，第一次我们到各分球会中心去办，那去年我们运气很好，办完之后刚好疫情爆发，那今年刚好是在这个学校还没采取更严谨措施之前被我们办哈。那我们也会考量到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参赛学生的一个安全哈，所以今天帮各位准备了一个面罩，这个看起来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哈。那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来赞助，对国教署这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好，那这个活动，因为我们今天比完，明天给他们奖状，他们下礼拜就要去报气候知识，所以时间都环环相扣，我们也不能说往后延，等会疫情区管就给我们再办，所以请各位见谅，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现在讨论差不多了，我们先来看请各哪一位？女士，好，陈凯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进行那个放例组
化工局是哪位？云南管理。哦，真的不是管理，业界到。相关的，也就是课程方面的，一个是电脑绘图，一个是物理声波。参考资料里面呢，我没有看到。中则是有潮州、万丹，宜南的话则是会有东港及恒春。也有周边有帆布袋、陶瓷杯垫、钥匙圈、明信片跟贴纸做的宣传。可以达到环保再生、减少废弃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被生物分解，对荧光剂在应用上会比较安全。水泡软之后，加入碳酸氢钠，搅打成浆，就完成了我们的纸浆。水果是升降机构降低纸浆腐蚀，会卡住，无法再度上升。所以我们想要更改纸浆，所以我们想将
那我们做完的结果，我们已经做一些运动，这样子够一个月。那经过我们书写后，很清楚的呈现出食谱的。那一包就是这个25块就含那个一包，就是一包的那个，就是那个单包卖。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过原来六层月可以做。那做面线的处理过程，就像我刚刚讲的。加的时候，你没有察觉到这样的问题的正确性吗？还要回归去，是在实验上面仪器的灵敏度不够，还是我们在操作上面我要检讨？人手一机，所以我们可以用手机来解锁车上的油箱以及红火，是掉不小心掉放在车厢里面，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来解锁它。对，算方便，然后更换维修也都比较方便，封闭性，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进行到安全的部分，不限制任何时间或地点都可以做更新。然后。它的融合性是我们能做到，大量于生活于宿主的细胞消化强组，会有一组对照组，就是不添加虫虫种，然后及添加不同逃生的虫虫种。人之游戏也包括识字能力、记忆力、反应力等这些功能。除此之外，我们也将运动故事的内容带入到运动 APP 中，
加入人生导读，也让长辈多一项得知运动故事的方式。特别是以传送贴图的方式，因此我们利用设计出来的运动知识会化成贴图，让长者们在传送贴图的同时也能提醒自己今天运动了吗。另外我们也提供银发族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作为健身器材，例如丝袜可当弹力带等，让长者在家中运动随时随地发生。最后我们透过 YouTube 平台与长辈互动，设计完一系列的线上运动课程后，帮助长者在短时间内正确的运动。制作完上述的银发族体适能 package， 我们以品针对我们日常中的素材呢，用保特瓶，那呢可能它里面它今天没有什么力，我们可能先用。那呢，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针对我们的现象上者，就是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呢，我们可以做试玩啊。也是蛮好，其实也是 OK 的。现在就是说，要怎么让低速的风啊，或者低速的缺点，我们未来会想要设置，就是风吹动这个叶片，其他叶片会。希望雾霾添加色素，其漂亮的紫色外观来自于花生种皮、铁锅、两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为了颜，我们选择不加入花生种皮，使原味的颜色呈现乳白色，一滤布过滤后再组织成粘稠状，降温倒入模具中冷藏即可脱模。但是花生豆腐多单调啊，那有搭配的酱料吗？这有什么回馈呢？受访者中女性占大多数，年龄15到18岁的。会有三成的人不喜欢炒青，秋葵的炒青味和粘稠感。未来我们考虑将四层米粒跟风味淡雅，加入一套功能的选择。也没有需要有需要的场地就可以使用，但它里面内容受到控制。第二个呢，所以可以翻阅的是那个，就是他是他。对，就是当当地的时候，就是想要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他了。对啊，可以观看我们拍摄的幽默暖片。除了卫生纸盒外，我们也制作了瘦身包卫生纸吊卡，透过幽默的手法，结合吊卡的外观，趣味性大于实用性。使用完后的吊卡可以挂在一旁作为摆饰，是一项疗愈商品。在每款包装上也有着相关的视觉，抽取卫生纸的部分也配合着上头的真空罩图案去做设计。我们也将卫生纸吊卡结合笔记本后方的虚线，并撕下补充卫生纸，同时也是一本日记本，里面可以记录着自己每天的心得笔记本。这一款鼻子造型的卫生纸吊卡，抽取卫生纸的部分代表的是拔鼻毛的样子，我们也特别使用了黑色的卫生纸来比喻毛发，以及这款云造型的卫生纸吊卡，抽取卫生纸的部分代表的是从云下下来的雨水，这款则是水龙头造型的卫生纸吊卡，抽取卫生纸的部分代表的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海报的部分，所以如果胶原蛋白含量多，它的脂肪酸含量也就越多。对，基础治疗机组好像高二线，原本结果成功，基础表示为我们的特效产品，如何用这个 ESP32
主控板来做到我们想要的功能。所以这是我们在课程对应的部分，那主要就是这个电路板三重安全保障。那首先第一个是电力安全部分，因为产品中有高压水泵以及多颗的直流马达，后我们会先经过保险丝以及我们的紧急停止开关。那紧急停止开关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在以下是我们的实验工具及材料。在实验研究中，我们有实验其实含有不少的电力，紧张平衡。神机妙算，医生有的都有吗？赶快介绍给大家吧。第三阶段是求事业，第四阶段是求健康。这些是你人的一生，比如像是上班途中出车祸、买朋友票被骗等等。那贴图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用途，第二部分是保佑祈求。这对于庙宇文化传承无疑是个要害，加上疫情的冲击，改变了民众的生活习惯。我们做的是提升电视率，那就用的不够的，甚至用的不够的嘛。嗨，我来弄用你。この学習アプリは学習意欲と効果の誇張に役立つと思う人が 80% 以上もいます。思う最も効果的なプロジェクトはクリアソン日本語の誇張提案とゲームです。うん、今の学生は生き生きとして楽器に満ちている学習方法が好きですね。よくしています。第2話、学習者は常に前向きな学習態度を保つ。第二部分是虾饼店家，我们邀请和我们访谈了七家位于台南安平的虾饼店家，分别是糊化、老化、糊精化。我们糊化就是将淀粉加热到60度，它就会使一些焦黏干燥受热至160到170度以上，淀粉就会分解成糊精，易溶于水，也更容易消化。加入了100%的蓬莱米粉来制作，有一股稻米的新香味。Really,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ll of us are seeing right now, and actually we are pretty, satisfied with it. You don't have a big market right now, right? So how much do you charge?现在是这个衣服原型，这个天后的东西。因为你刚才说，对，曾经说出来。那个这个怎么拆解？就是换植物啊，还有另外有一个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怎么去替换植物？小精灵是可以从这边的洞口，这边有洞口，所以可以从洞口里面拿出来。从那个地方这样子掏出来，对，就是有小小植物，然后变它会变大，然后就是里面植物就是可以从里面拿出来取出来，就是从洞口里面取出来，然后另外那个呢，然后都是可以固定住的，然后有量那个高度，足以足支撑人体的重量，承重量。新的知名人物，但是从我们三位到现在的周杰伦都记录在上面呢。你看看上面的。主持人，首先一下子就到你了。没关系，我只要再回答问题卡牌上几个问题，分数达到25分，我就获得胜利了。八景，黄色为第一杆，绿色第二杆，浅蓝色为第三杆，永不熄灭。那就来让我们看看这作品还有什么令人新奇的地方吧。各位偏乡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竹步云步穿越雨都。我是祖师爷，我住在第三缸的清水祖师庙。我是马街，我从第二缸的海关码头走登陆。我是刘明川，我驻扎在第一缸的护卫炮台。一了解景点历史、在地特色以及地方风俗民情。追赶。
这样子的话，就然后怎么说呢？就不是你自己，就是自己下的一个目标。新式 ADA 全球级，因为你做一个像 T 款一的设备商，或者是做，它一定要根据顾客需求。那个有没有成功啊？实做有成功有成功。一卖，我跟我遐有网络卖，啊，搁有啦，你看，啊，这韩剧哦，拢生了蛮快，搁无在电视播，啊，中国哦，搁无好卖，我嘛想想要卖，啊，搁有卖啊，有去抢，他怕色，哎，尽管咯，计划来解决疫情所造成的小困境，就甘心为达成目的，我进行的实地访谈。用访谈内容逻辑探讨，综合分析后，地瓜、阿狗、牛奶、菱角、咖喱子、地瓜啦，达六种食品 alliances, think a partner of care for promote our animal friendly designs. Questionnaires that were handed out for research. Most respondents seem to prefer our EGX as their main shotgun. And finally, due to our main target consumers being parent-child families, second and third place for future references.再跟他们讲说要离场，对，好多。我执法店可以防止电棒滑落会更为安全。那有80%的人认为电棒放在变成手提式来说会更为方便购买。再见的部分呢？报告完毕。我只在薪水百分比蛮高的。但是他是偷走的，啊，就是有50%的人大概会受到。电梯可以使用。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在上下。那因为没有电梯的帮忙，所以会让他腰跟膝盖带承受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希望设计一个能够辅助搬运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我也不是委员，我是负责研究的主委，我的政委跟委案例。我现在找不到那一个。三分钟到的时候就停止报告，那就委员再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现在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开始。我们有做了几个问卷，这是上学时学资料的经验，有96.8%的人。我们是以中国国家标准的研究探讨为基础。在移动的时候会碰撞到楼梯，会碰撞到东西。再来是置物平台，我们在套管的部分。亲子团体同路为亲友介绍，建置 LINE FB 维系顾客关系，必要的农资体验使得安心，学习盘点成本也增加收益，在需求面供给面发现
工具只用了一条皮带作为固定，所以导致你在使用时会非常不稳固，左右摇晃，又牢固，而且不拆卸轮胎之后又可以进行补胎，而且又在安全省力的情况下完成补胎的工具。固定做出了一代固定架，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代固定架非常的不牢固，所以我们改了固定用木工夹固定。制作位置它可以帮它组装，来测试。我们原本产品一开始叫做多角度辅助焊接，是我们的量角器、量具之类，还是板材或什么焊接的东西，还是指 CAE 产品 ？CAE 软体，我们通常使用的是。第二个，一般的插头。除了能宣扬此古迹的不易，也呈现了古迹融合的花谐音荣华，具有吉祥祝福之意。所以在古代民间，人民荣花及扬州荣花，其中扬州荣花地形因为它到了明清时才盛行，特别是好的。刚刚我发现，在活动中的音乐到场地布置等九七代表以餐桌计划能够成功的推广 Blue Ding，代表在餐桌计划中融入手作体验，能够增加其价值，给予非常高的满意度。哎，想必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收获吧？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在疗愈人心的体验，让店家找到了新的商机。高手选择专业种专业课程的五位后的过程的，不想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小孩子等等，就是让大家也有这种凝聚向心力，已经收割下来。粉尘一束，堆成锥形，是蔡文芳先生。他从事栽种芝麻的时间已经有20年以上了。按有自产自销、产品单一及其缺乏销售管道的象征，打招呼的意思。斗笠代表农夫的辛劳，芝麻则是代表粒粒饱满的黑芝麻，是使用在受益良多乌龟饼干上。我们的包装是以牛奶糖盒作为发像，加上可爱的小恐龙。爸爸也推出学生包造型，定价为30元。怎么？可以试着把你们两个做结合，这样是不是就能解决你们的困难呢？不错哎，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哦。请问你们是怎么制作的呢？可以增加防水膜，可以增加它的耐用性、防水性、稳固性。像你们这个好亮哦，刚才讲到这个延续性的设计，这可能更重要，弹性一点是一样的。原来的框就是换框就好了，对，换框就是物件都可以做变换，可以自己的心情去做变换。对，这一点是那么大，好，要不然你的成本太高了。那哪一个？随着年龄以及职业的不同，必要出席某些特殊场合的时候，外观也相对会成为一个亮点。在不影响保护机能的情况下，在手臂的部分是以 E 作为主要发球制作设计，手腕的部分是愉悦舒适的恢复期也能够同时。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在台湾每10位长者就有1位是以喜爱手作艺品以及注重原创商品的顾客为主。小学堂的活动，并且重新进行了子博馆官网的网站商品分析。可以得知子博馆官网，这显示出子博馆在线上的知名度不佳，所以我们。然后就绘制出我们这个我只属于的蜂蜜蛋糕哦。水果怎么可以取代化学乳化剂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耶。哦，你们知道这款蜂蜜蛋糕在研发时有应用哪些水果来进行实验呢？国立嘉琪高中，然后是参加家政群的专题组，现在很开心，因为我们比完了。现在就是很放松，然后就是终于结束我们花费了，因为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心力上面，所以现在终于结束了。那希望我们可以得到好成绩，然后光荣的回学校。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疫情那时候开始升温，然后就开始在居家上课，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实作的部分啊，就是。还有可能一些购买材料的部分，其实就是都还蛮困难，就是去收集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直可能被延迟这样子。准备的过程很辛苦，但是你如果想要有更好的表现，或者是这真的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不要觉得它很麻烦。
然后多多努力，真的要好好准备，因为它是一个升学加分的很好的东西。一二三，哎、欸！有一点就是心上压的石头已经先拿下来了。评审问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哈就是答不出来，然后就是要拜托一个这一位答出来，我们才能。我们要最感谢的大概就是这一位，这个。教，你来讲。我们是复兴商工的美工科，参加设计群的专题组，有解脱的感觉。然后，很累啊，然后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是付出很多去做这件作品，然后有一种展出。说一个，这是一个经验啦。对，那我们就是学到蛮多的。毕竟我们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的活动，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来参加这种全国性的比赛。对，所以就是真的，在制作过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困难的就是进行作品的一个发想，并且还要考量到后面的一个成本，就是价钱可能我们不太能负担。对，有点昂贵，超出我们的预期。对，加上技术可能也要考虑到技术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也没有实际的。对，因为我们就是一整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就包括我们其作的作品有送到大陆去进行 3D 电影，这是我们第一次要自己个人去跟厂商进行一个商谈，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一定不要害怕上台，其实很快，就几分钟而已。对，放松去讲。你们一定可以的，对对，这我觉得建议他们在主题在选择一个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自己想要做的，就是不要就是老师说什么对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你会在过程中非常痛苦，对，要享受过程。福具专门为您开启方便的大门。大家好，我们是真文家商，我们 slogan 是。麻香四溢，看见性感的好滋味。我们有遇到很多的困境，像是产品做的没有很好，那需要重做。那我们后来也都克服过去了，也有学到新的东西。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参与这份专题。我像是我有学到网页架设，我找到很多不同的模板。那我也学到自己探索到很多的技巧技能。对，我的部分是像是剪辑影片，我们有采收的影片，然后因为制作这份专题，我学习到了如何剪辑影片、上字幕啊，然后加配乐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因为我们有创新产品，我们有做食谱，就是因为有做食谱，所以我学习到一些料理的技巧。好，那我的部分我有跟就是。管科的合作就是学到一些什么色彩理论，因为我们有包装的部分，所以我们学到一些色彩理论，然后让我们的包装更漂亮。我的话就是排版的技巧跟粉丝专业的经营那些。相信自己，勇往直冲！耶、yeah! ！谢谢谢谢。我们是台南海事的，然后我们参加的是商业与管理群的专题比赛。开心，你玩了，对啊，很有放松的感觉，有解脱的感觉，就是你我们，因为我们做两年了，然后就整个就是比完就是哦解脱了，就很开心。像是我们在过程中有一个同学他弃赛，他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们继续来台北比赛。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像是表演的顺序什么，我们也是前一两个礼拜才重新的排过整理过，所以我们其实。在应变能力方面，我们有变得比较好一点，这样。而且就是我们其实已经高三了，然后就是要面对统测考试，然后还有要比赛的压力，就是牺牲，就是应该说我们要开始学管理时间，然后课余时间都在做比赛的事情，然后也忙了两年多，就是付出很多的努力，然后今天终于就是来到有展现出我们的那个专题。商业模式与 PDCA 循环的交织，以返乡青农、热爱喂养农场、认股营运为例。谢谢，谢谢，谢谢。做这个真的就是很累很辛苦，你要就是少掉很多你的那种玩乐时间，然后去付出这个。但是我相信，就是你付出一定会有结果。嗯，不管是。
我觉得要抱持着我们真的想要帮个案去改变的心态，然后跟他一起努力，这样子才会有好的一些成果。那或许过程会有非常多的波折，可是最后结果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就是他可以获得非常多的经验，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这样。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紧凑的话也不要紧张，就是你把你就想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那你最后就努力把它做好就好了，不要对不起自己，这样就好了。随着时代进步，手工刺绣越来越少，大部分都被机器所取代，徐老师却不曾放弃对立体绣热爱。的研究流程，我们总共做了11项专题成果。